Oye.刚开始的时候夹的时候，把那个头跟那个瓶子都放到那里这里面，去压的时候，这样是不行的了。你看到，我瓶子在动的，这里已经这样了，是不对的。这样我就得拿过来这里，立时针，立正旋，这样。然后再试一下逆时针旋三四圈吧，啊，看到有什么不同了？压在这里，这里就明显小了，这个瓶颈明显紧了很多，是不是？但是压的时候好像还不够紧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虽然瓶颈不动了，但是这里的位置还是太紧了。我继续旋两圈，一二，这样，啊，这样，反正正常是这里有缝隙的。这个，然后压紧的时候就有缝隙，这个瓶颈是转不动的，啊，这样才会压得紧的，看到，这样都转不动。